爷爷，哎，俊瑶，怎么没去公司啊？爷爷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对，他叫我什么？哥叫您爷爷，经过关系推定，我也应该叫您爷爷。你可以叫他星光，或者小新都可以。 这T9这么快就研发出来了，没叫我失望。嗯，有那么几分神似。啊，<笑>我制造他的目的，就是为了陪伴妈妈。你也知道，哎，那件事情之后，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。有他陪伴妈，我也会好过一些。好了。 过去多年的事了，该放下就放下，啊！<笑>我接个电话啊！啊，快去。哥的情绪很低落，哥不开心吗？哎呀，没什么，估计啊，跟女朋友闹别扭，心情不好。 女朋友，检索出结果，女朋友通常代指做结婚之前有恋爱关系的女生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姓夏的，叫夏什么？您说的是夏沫小姐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就这个名字，那就是她女朋友。他们之间有矛盾？哎呀，小情侣闹别扭很正常的嘛。不过你这么有心，你是不是应该帮帮女的？ 啊！哎呀，你怎么反应这么迟钝呢？这智商、情商你都不如那个丹妮卡。好，我知道了。